创新是 AORUS 第三 lab 的语言，我们期望每个作品都能为玩家提供最好的游戏体验。X570 AORUS XTREME 就像鹰一般冷傲锐利的俯视大地，超软的呈现低调霸气、不怒而威的氛围，在线条拿捏的转折都起源于鹰，并且试图刻画出飞行的急速感以及振翅的羽翼。 这一次在90%的零件都被金属的包覆之下，提升了我们的外形以及质感，对于散热也迎刃而解，所以 S570 AORUS XTREME 成为市售武器零系列当中唯一没有风扇的设计。全包覆的这个概念就是设计创新最好的注解。不同于其他电竞产品的直透光，我们将所有灯光都包覆起来，利用间接反射将内敛的质感呈现出来。 在 Power 跟 Reset 按键，这一次我们也挑战了利用金属，所以试了两三次的 3D 模型，来验证它的按压手感以及它的整体设计的相连性。未来 AORUS 将持续革新电竞的定义，创新没有极限。